等着你，喜欢你最天真的笑容，充满魔力，与众不同。我喜欢我。
获得本次楼兰美那个最佳综艺音乐奖，我很荣幸。我会做出更多更好的音乐来，谢谢大家。好的。来，我们一起。这奖项我要带着。好，带一下吧。我觉得确实做音乐做挺好。我也觉得。最佳波浪奖。最佳波浪奖获奖词：人间波浪经。撒娇你第一。要问是哪位？速速来现行。要问。秋木花不花不重要。你一定是最波浪的。获得楼兰美最佳波浪奖的是听听获奖音乐片段。猕猴桃香的 banana， 这个我觉得啊，不对吗？猕猴桃 banana， 我觉得什么叫猕猴桃 banana？ 没有，当时不是那个啥吗？那个德国心脏内科学游戏，小酒人醉鬼花香。我觉得这个是他，我觉得这个是他。清早懒把握，四点汗裤带书法，有理由吗？不过真的很高兴拿到这个奖，不是假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很高兴获得这个。完了。不对吗？获得这个最佳波浪奖。哎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。首先要感谢我的爸妈，我的爸爸，我的所有家人，支持我的人。很谢谢你们，感谢我的公司时代峰峻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接下来让我有请第三位颁奖嘉宾丁程鑫、刘耀文为我们。赫尔，这个奖是赫尔的。最佳 beat 歌曲。最佳什么 ？beat 歌曲。beat 歌曲。这歌词是你的赞美，这舞蹈是你的献礼。当你每一次唱起跳起都值得公司给你最高奖励，这 B 将会一直传承下去。获得楼兰美最佳 B 奖的是，请听过3、2、1，请听获奖音乐片段。时代风骏真可以，真可以。时代风骏真可以，真可以呀！帅哥全部都聚一起。说，你看那，我觉得感人了。拿到这个奖项呢，是，我的奖项。哇，好羡慕啊！好帅！哎呀，好羡慕啊！我觉得呢，这个奖我也算是实至名归，这也代表了我们的企业文化。差不多吧，争取明年赛季赛里做出更多的这个 beat。好。别说不行不行吗？毕竟大家都是公司的人嘛，公司的企业文化呢，已经很好的展现出来。真的是哥。你们留大帅哥。哎，大帅哥，给来一个。真可以。合作愉快。愉快。明年我给大家每人都请一曲吧。来，好，不要了。感谢两位，感谢三位。贺老师留步，接下来有请贺峻霖年号小鹿颁发第四个奖项。这个不是我，说实话，我就把这贺老师吃掉。哇，贺老师，别吃色呀！这孩子，不对，是我了，我刚才三个色呀。这个是最佳转音奖。这是今年的一个，可能是我，是比较在这里只有比较存在悬念的一个奖项。有两个比较大的竞争者，一个是我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转音用不完。每当你激动的时候，美妙的转音就会出现。但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，快乐的源泉谁不爱？这届楼兰美获得最佳楼兰美最佳转音奖的是，广告之后。
广告的时候。什么广告？请听获奖音乐片段。哎，我的学弟，学弟，学弟。Yeah.
出更多儿童音乐吗？吓人的歌曲。下面有请马嘉祺、丁程鑫为我们颁发第七个奖项。你都第七个了？哎，我这还没还多一个。还有谁没有奖的？这没有我的，我来干嘛？最佳呐喊奖，呐喊就代表害怕，害怕的时候就会呐喊。谁最胆小？我别这我主要是到现在没讲这儿。我也有点担心你，主要是有点担心你。你可别，可别啊！最佳纳粹奖获奖词：害怕少年不惧旁人目光，逗号害怕少年自信散发光芒，逗号少年忠诚大人。别上了，少年呐喊，震耳之响。句号，好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有点心慌啊。好啊，我们也永远可以相信你。没有票奖不好。棒棒棒棒！获得罗莱美最佳呐喊奖的是，请听获奖音乐片段呈现。我叫刘耀文，我是傻子，我是傻子，我是傻子，傻子是我，我是傻子，我就是帅喷王，我就是世界上最帅的人，我勇敢，我没有射头，妈妈你听到了吗？我勇敢，我没有射头，我告诉妈妈，我叫刘耀文，我是傻子。好了好了。我是刘耀文，我是傻子。多么亲切的语言啊！今天特别开心能够获得这个奖，然后希望明天，希望明天能够这个出个质量和性能太强。行，然后谢谢大家支持，我会继续努力的带。虽然我不想得这个奖，我真想得什么最帅奖。最酷奖，然后好，两位颁奖嘉宾请留步，下面有请你们继续颁发最后一个奖项。最后一个奖了，大家的奖吧，应该是肥哥的奖是吧？好，谁呢？好，年度年费奖。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 ，yes。最震撼的，最震撼的救援。逗号，原来如此。逗，该你了。逗号，走。是你们的协奏。逗号。让我们一起唱出最动听的歌。逗号。每句都铭记于心。过了楼来美年度特别费奖的是，请听获奖音乐节目。是今年我得的奖吗？
说看到了，最佳转音奖，行，挺不错啊，明年一定会给大家来一个。为什么想到给我颁这个奖呢？虽然不知道吧，但是很荣幸能获得这个奖。今年的红毯呢，虽然我缺席了，挺可惜的吧，但是还是为他上美好的祝愿。这个是最佳反应奖。好，哎，另外一个可能是我，是比较在这里使用比较存在悬念的一个奖项。就不用说了，好吧。比较大的竞争者，我们说的是我。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转音。每当你激动的时候，便要的转音就出现，但请你接受这份小意外。怎么感觉他要放我破音的地方？快乐源泉始于不安。这届楼来美获得最佳楼来美最佳影奖的总感觉会是什么正常的片段？广告时候，广告时候，此处不可和，请听获奖音乐片段。哎，我呢？是谁呢？没听清楚音频放的啥？请听获奖音乐片段。是破音吗？谢谢大家啊！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啊！不用不用邀请我了，我知道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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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用不用不用了啊，放这就行了，放这就行。合张影，合张影。谢谢大家，合张影。过来，过来。张哥说了，张哥说了。说两句好吧。谢谢光临重庆老鹰。跳过了。哇，好厉害的发言。啊，不错。发言没意思啊，还是给本尊发言。那好啊，喂，啊，什么视频动画？行，谢谢。这咋发表获奖感言？看老丁头都已经帮我把获奖感言发表成这样了。我觉得我已经无法挽回这个场面了。对，虽然确实很适合我。获得楼来美年度特别费奖的是，可以啊。奖是颁给粉丝们的，但是确实应该颁给他们。我觉得虽然吧今年没有多少次线下的那个见面的机会，但是每次有那个机会的时候，大家都非常的给力，就是把场面撑得很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也这一年来也陪我们度过了很长时间，就是经历了很多，所以说这个奖颁给他们是应该的，辛苦了。